感谢，我要回到我主持的身份。好，大家记得我叫念宏。好，我们接下来呢，我们也是有效的表演，是我们侨光科技大学的同学来为我们演唱。那我们等等就请他出来哦。那大家对以上刚刚上半场的歌有什么意见吗？有什么意见吗？有没有觉得很好听？好听，好，那就好。那我们接下来就继续我们好听的歌曲。我们侨光科技大学的同学，欢迎他们。大家好，我们是侨光科技大学的青峰子吉他社。很高兴来中台科大参加微笑吉他社的惩罚。然后我们6月3号在侨光有我们的惩罚成果发表，对，欢迎大家来参加，谢谢。然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《曼哈顿练习曲》这部电影，里面有一首，对，有，对，里面有一首主题曲是 Adam Levine 唱的，叫《Lost Stars》，然后我们今天要带来这首歌，希望大家喜欢。Sure.